啊，这次的这个立委，我那介重要。你予咱赖总统当选，咱立法院嘛是爱过半，才有法度做足侪代志，免定来去予因抗争。所以，咱所有全国的立委，只要民进党提名，拜托各位但互相打电话联络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尤其是政党票，政党票是关乎着不分区的。虽然我无伫不分区的啦，但是迄我私人个人的代志。讲的较要紧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个政党票，我拜托各位一定要投六号民进党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好无？平淡啊，你讲，讲什么爱下架民进党？但你讲的啥笑话？不是啦。你要看咱这个蔡总统这八年来做够好无？逐项就好，卖讲啥，干那股票就好啦。卖英九股票的时阵才8000点，咱蔡总统做个即嘛18000点啊啦，对不对？你干那看这点就知啊，下架下啥货？真正有当时啊，想得足气的，你知影没？一切，谢谢咱的天狗。咱在这。新北所有的乡亲，大晚大好。天气遐尼冷，啊，大家还佫遐尼热情。即几天啊，天气的变化较侪，所以我请大家出门就要较注意一下。你时也较热，暗时啊，你啊加扎一件衫，安尼较袂去用感冒着。我想要甲各位报告，阮余湘泉替我生一个查某孙啊，我做阿公啊啦！足欢喜个，嘿啊！正无代志拢伫厝里，你害咧害咧，抱阮查某孙啊，你干呐害咧？食果水，我看起毋知是生余湘泉还是生我，嘿！其实生意就生我，对不对？咱这次的总统选举，这三组人，你甲看起，倒一组算较算较像这个总统？不是啦，你甲看，你安甲算就好啦。咱赖清德。一位立委也做过，过来市长也做过，过来行政院长也做过，搁刷了副总统，啊，这逐项拢有熟，拢有经验啊，搁加一个小美人，伫国外比国内立久，这等于是世界性的代表。咱赖副总统。那当选，都唔免学习，爱你两组，得阁补习足久个啦。所以，较戆个，咱干呐看迄个组，嘛知影讲，别当做人都是组对唔对？当做一组啊！集合！集合！我咧讲。啊，这次的这个立委，我那介重要。你予咱赖总统当选，咱立法院嘛是爱过半，才有法度做足侪代志，免定来去予因抗争。所以，
咱所有全国的立委，只要民进党提名，拜托各位同互相打电话联络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尤其是政党票，政党票是关乎到不分区的。虽然我无伫不分区的啦，但是迄我私人个人的代志。讲的较要紧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个政党票，我拜托各位一定要投六号民进党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好无？云丹啊，你讲，讲什么爱下架民进党？但你讲的啥笑话？不是啦。你要看咱这个蔡总统这八年来做够好无？打行就好，卖讲啥，干那股票就好啦。马英九股票的时阵才8000点，咱蔡总统做个今嘛18000点啊啦，对不对？你干那看这点就知啊，下架下啥货？真正有有当时啊，想得足气的，你知影没？对不对？所以我拜托咱新北，尤其咱新北的乡亲，这12个提名的立委，拜托各位，大家坚强的好无？大家坚强好无？诶，我时间也要到啊，但是我想要唱一条歌。拜托，再给我几分钟啊！哈，好不好？母亲的名叫台湾啦，会晓唱的人，大家斗阵唱好不好？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母亲是山，母亲是海，母亲是河，母亲的名叫台湾。母亲是良知，母亲是正义，母亲是你咱的春天。2000万粒的番薯仔，唔叫出母亲的名。台湾敢是遐歹听，想着心寒气微寒。母亲的名叫啥？番薯仔，袂当叫出母亲的名，亲像会教的第四件，予阮心寒对心肝。
两千万粒的汗水惊，唔通点点出声，要勇敢救出母亲的命。台湾啊，台湾啊，你是母亲的命。两千万粒的汗水惊，点点出声，要勇敢救出母亲的命。台湾啊，台湾啊，啊你是母亲的命。母亲的命叫啥？蓝绿白二零二四决战总统府，主持人佩姐王时吉邀请重量级来宾及时评论。1月13日星期六下午3:30开票选情，请锁定三立新闻网94要客诉。